我的队友怎么不见了啦？我真的很复杂，就是现在就是要大家，我们要一直去刻印，然后要把对方刻印的弄掉，复杂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每天要去流浪商人买这个卷轴。这里，买这个神谕卷，然后这个神谕卷呢，就可以去洗格勒西亚指挥官信物。这个信物啊，里面是打不到的，所以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卷轴去洗，然后可能你要洗漂亮一点，可能多一点200这样子。里面的怪太强了，这里面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练，就是怪又硬，然后经验又没有很多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挂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好。然后绿色的也可以洗一下。这个一样是打不到的东西，就是要靠这个神谕卷去洗。然后10:30会有格勒西亚领地战，领地战呢，就是它这个每一张图都会有那个很像是工程可以刻印的地方，然后你只要你有去刻印到，有在时间内守下来，结算的时候你是刻印的那一方，你就可以算是得到了这个领地。那你们的联合呢，只要得到刻印越来越最多王座，那你们就是个大赢家这样子，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奖励。那相对应的奖励就是有全联盟的 buff。它的 buff 还蛮香的，那刻印到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 buff， 就是它有，反正就是你刻越多，然后也有分，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地图，它刻到它的奖励是会最好的，这样就是分数是不一样的。耶、yeah, ，来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副本，叫做格勒西亚，然后它还蛮特别的地方是。它的暗区外面就是可以练的，就是它的村庄外面可以练，然后它在里面呢还可以再点选 NPC 进去你想要去的地方。它其实蛮复杂，它有很多个区域，就是它不是同一张地图，它是很多张不同的地图从不同的传送点过去的。等一下工程站开始应该会全部人飞出去，然后这个跟工程很像，所以就是这些工程卷轴都是可以用的。要开始了，我的队友怎么不见了啦？我真的很复杂，就是现在就是要大家，我们要一直去刻印，然后要把对方刻印的。弄掉，复杂、哦。这个路痴要怎么玩啊？目前是我们赢了，我们得到的比较多，我们70分。你为了联盟准备买账号回来？真假的？最近账号很多还不错的哦。欢迎回来，要加入我们团队吗？他这个就是，我们刻印的越多，我们分数会加越高，然后他这个。看得到就是目前所有的联合你得到了几分，他会加总做一个排名这样。右上方我传走的。哎呦，西不能下。看一下我要下哪里。我刚下西嘛，西不能下，我下东看看。一号，东也不行。东船不是安全的，东跟西两个船点都不行，一定要压掉吧。好，西可以，所以东不行。是不是冲太前面了？目前战况超激烈，对啊，哎，周哥，你要不要回来啊？现在账号很香哦，随随便便就金变金娃，现在超激烈的，而且现在动不动就是这种大壮的这种大师副本，很刺激。
哎，西往那个中间来了一些人哦，往你们要往下看哦。哦，我怎么死不了啊？天嘿嘿，会不会？还有多久？8分钟。这些卷轴平常也用不到，就现在用一用。西药不行啦，我要去啦！哎，不开我！看这三小，哎，我寸步难行哎，都是的。哦，送你们卷轴啦！没有人在打我，哎，有人在打我。哦哦，输了。右上的太阳公公的联合的君主，耶、yeah! ！有够复杂的啦，奖励是 buff。来，现在应该看得到这个叮叮，这个 PVE 命中防御力增加，额外伤害跟 PVE 伤害减缓增加，应该不止啦。我记得他的这个被动，然后他的会启用的东西是经验值，然后小命中，还有什么有的没的。对，就是这个经验值红利防御命中伤害增幅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最香的。然后它 NPC 还可以另外再去点，这样，那就是说我们占领到这个地方的联盟，在这一张地图练功会有比较多的 buff。那礼拜六的话，礼拜六会出金王，会出在这个地图，所以我们会抢这张地图的考量也有。就是因为这张地图的 buff 会让我们抢金王，大家都有 buff。好啦，各位，我继续打香炉了。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